刚刚啊，豆子，六，刚刚直播，然后不小心了，关掉了，然后网速也不好，网络也不好，结果这么一点点，啊，阿嫂，赶紧，多救一下。那你们听见？耶耶耶！哎，救回来！你给我拍个封面。今天来人了，看我设备。现在自杀了，折磨。每次一坐车就想自杀。阿嫂，你温柔一点。请问你还能温柔一点点吗？那直播吗？我快忍不住了。他说：“当然，我可见这男的多么。”